确认角色身份。好，天黑请闭眼。天亮请睁眼。好，去藏宝物。完了，好像有点感觉出去。真的假的？有一点感觉。谁？谁？谁讲？等一下再分享。啊？走走，我们海盗们。啊！我先帅，我先帅。来。谁？海军起闭眼。我觉得他刚的那个 pose 有一个特别值。粉色。啊？真的吗？我觉得是这个。他刚刚一直讲粉色啊。哦，你说因为粉色最难，好，那就选粉色。是啊，粉色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，好，你觉得？我觉得一定不是脚，因为他脚一直在动。他故意在乱动，他有很多脚步。他那个 pose 一定是上半身，他故意的。对，他故意跌倒。好，海军请睁眼。好，林姐，石油来，手放下。小赖，你告诉我宝物在哪里？宝物在，我笑得爽啊！蓝色，蓝色哦。好，艾莉，宝物在黄色，黄色吗？你看他厉害哎！哎呀，陈林，陈林角，蓝色，加油在哪里？在蓝色，在蓝色吗？好，蓝色，你在做了吗？为什么一笑那么爽？对啊，你觉得 pose 很难吗？是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没有觉得 pose 很难吗？对啊，在哪里啊？是因为太难做不出来了。先生，在黄色。黄色，干嘛？是黄色哦，黄色啊，好啊好啊。那狗年兽在橘色，橘色，好。你就整个人好邪吧，什么？好邪哦。停，在粉色，在粉色。我要选了吗？对啊，你听完就可以去选了。他到底在看哪里啊？我要选了、啊，我完全没有资讯。他有点，他一直在乱飘，泡汤泡汤的感觉。你有错吗？你有错吗？等一下，是不是海莉啊？我想要吧。我觉得是海莉。你好怪、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海莉，你很怪。海莉愧疚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哦。这个人没有把任务达成。我觉得，因为他一直在抖。抖。抖什么？太了怪，你有在抖哎！哎哎哎！哈哈哈哈哈！大家都觉得是行动，做到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他是听宪明的。宪明，宪明是葛元修对不对？我还说过你们仨，只有你讲橘色，我们没有讲橘色。我现在做完表情，他做完他讲完橘色以后，他就把舌头放在下巴那边讲。没有，但他应该不是卧底，他宪明啊。最后一个是谁？刚刚最后一个是雨婷。雨，我觉得就他们两个。对，我也觉得。我觉得艾莉超奇怪。为什么？你们那边？我觉得超奇怪。反正我就觉得他就是那种灿笑，就是很奇怪。我没有笑啊！你现在抖，你看。我觉得不要让我那么僵硬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什么意思？因为他要做一些东西，然后又没，就是因为我一直看他，他又不敢做。我觉得他，然后他偏羡慕，我觉得因为。刚刚他觉得没错，然后还可以选到橘色，然后讲橘色只有他。对啊，对啊，很明显，太明显了。哎，他沉默哎。等下换我讲。节目结束，我讲。节目结束，因为林九有点过松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两个都很松。你不像，但孙胜是容色，因为孙胜当卧底就是会把坑推给别人。对。没有，真的跟着风向，没有。他刚真的没有做任何事情，我真没做，我在发呆了。好，好，你应该是好，因为你很认真在观察。但是我觉得林九有点奇怪，就是他会开始突然的大笑，就是刚刚没有很好笑，就我不觉得林九有笑点那么低。可是笑要怎么会有一些设定啊？我懂啊，就可以说，
没有，我觉得他笑，我觉得他笑是可能觉得谁很明显吧。哦哦，就很突然。可是正常人就是笑的东西，可能说啊，你的脚好好笑。可是林九是突然笑，就觉得没有，他好像是 get 到违禁一个东西，然后开始笑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莫名其妙的连接线。你说谁呢？林九跟违，不知道什么。哎，我先讲哦，什么县民那个，你们全部人都没人讲橘色，我是海盗，我讲橘色只是因为我怕那个空格太明显。好啊，就是我怕没有人去讲到橘色，然后他就去抓了那个橘色。县民大道，我觉得是雨，要么就是零九，因为他真的，你们刚刚那个谁，艾丽尔在讲说，谁？不是，刚刚艾丽尔在讲说他在看零九的时候，我突然也想回想起来，就是他刚刚前面手一放下之后就一直在笑，我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。没有，因为，可是根本没有人会去管，如果他在，他只在看动作，他谁管你说什么啊？他谁管你什么空缺什么东西？对啊，所以谁管我说什么？我都有啊，你说啦，我们海盗就你说橘色啊。如果你是县民，你就会说是橘色。所以如果你是海盗，逻辑你一定是讲跟那个没关系的啊，管什么空缺？对啊，就是正常。然后而且我笑是因为我已经一醒来，他一看就是看懂我的时候，他没有看我，他就这样子，他直接看，他没有看我，我想说没有看我，什么方向？很快哎！哦，你抓到了、啊，我觉得是他、啊，就是他应该有这些关系啊，他又做一个可疑的动作，那个橘色的东西。不是啊，我是海盗，你们偷我、啊？1.5票。好快！就反正他们两个啦，我就觉得他们两个这么双子，我啥都没做。我也是，因为一样是，就觉得他们两个。好，那孙生你觉得？我同上啊！进坑，你先进坑。不是我讲真的啦，真的啦。坑哎！哎呀，就是太明显的橘色嘛，因为他刚刚求救吗？你们做了什么？那、啊、我去寻碰橘色，而且你讲橘色啊，对啊，因为全场没有人讲橘色啊，因为啊、因为姓名是可以讲出来的，因为姓名可以挡刀嘛，对，我觉得这两个也是两个鸳鸯大道，来过。我觉得我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像艾莉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已经走过去说你有做吗？然后艾莉有一个心虚愧疚一样，就很像是我没有打好 pass 给伟的那种感觉。然后龚云雄是他太激动了，他激动到很怪，所以就是你们两个初一任务失败，我们好冤枉哎。那我们超冤枉。那我觉得你没有冤枉，你好像就死。我是什么？我是卧底，我哪是卧底啊？好，那我们投你。假如说你是海盗，你就当名海盗。对啊，也很好啊。所以你们投我。好，投他。好，三。二一，请投票。这是海盗，哎、欸，那县民啊，他自爆哎、欸。艾莉投别人，没有，我投林卓。好，你刚刚不是要投龚云修？龚云修，请上审判台。艾莉行为跟发言不、欸，没有，我发言是说林卓怪、啊。可以吗？我刚刚发言。三二一，走。蛮明显的。那你讲橘色，橘色抽一个。好，县民哦，县民不能抽。县民他就不能讲话，他就是安静。他可以讲乐色，你哑巴。县民安静，因为讲乐色，因为他应该是很模糊。不是因为我就不是，我怕他没有 get 住。那你觉得谁？那你没有投颜修，你就超怪。为什么会投到零九啊？不是啊，我刚刚发言就说，我觉得零九突然笑很诡异。可你刚刚不是跟龚云修说，好像就是你？对啊，对啊，没有啊。因为他知道县民是谁，哦，就把他打。没卧底，卧底知道县民是谁啊？卧底会知道县民是谁吗？怎么装？没有，真的不知道啊。他是采研修投零九哎。好，艾丽尔，好。第二 round， 你要换吗？如果我知道，我会那种名称白痴。第二 round 藏宝不能重设暗号，因为我答对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我是县民。OK， 来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尝这个啦。好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啊，这个。好，请睁眼。好。你要说林检。林检，林检。我还要领吗？你不用了，刀在你的面前，你几乎是淘汰了。好。好，放下。我现在很紧张。我要贴姓名贴纸。哎，我要贴姓名贴吗？什么？哦，你贴姓名贴，来自贴。好，姓名贴。那我要听，没错，雨婷，你站起来，我站起来，你起立 stand up， 告诉我宝藏在哪里？啊，过去告诉吗？不用站，你在 center 告诉我好了。对，你在 center 告诉我。那个 T， 在蓝色，在蓝色是不是？嗯、好，在。艾莉 ，center 告诉我。这个 center 告诉我，莫名其妙。center 告诉你是蓝色。center 告诉我是蓝色。Yes。
零九，蓝色哦。Santa 告诉我，蓝色。Santa 告诉我，来，蓝色，蓝色，青色呢？你们青色，青色。孙森，你就不要给我动，你也不要动来。孙森特，告诉你是蓝色。孙森特，也是蓝色。蓝色，嗯。动作好细微哦。哎呀，根本看不出来。好假，很假，我讲真的啊，我刚刚表现的很好，表现的，我这么讲话不好讲啊，怕后怕。真的表现得非常好哦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没有没做。好，刚刚最后一个是谁？要换吗？还是不换？不用换，好。耶，你们加油啊！女团长，我觉得海团海左海右，海左海右，这一找出一定要找出来，对，要找出来。对啊，你们加油。换这边，我是觉得艾莉的嫌疑最大啊，我就是也是想要验验看她，验验看。应该是一起扛推的吧，我就是觉得你很奇怪，是吧？是吧？你先讲。没有，我讲真的，因为你们两个也没什么异状啊，奇怪。那我的异状你讲出来。好啊，我没什么头绪，老实讲。你看，我也没攻击性，但是我选艾丽儿吧，有感觉。选？过量。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其中一个，小赖也有可能啊。就他一直做一个那种，他很喜欢玩这种套路，就是在幕后操控大家，然后说是他，说是他这样子。哦，他也会有这种模式出现，然后最后他就是那个藏在背后，而且他刚手一直这样子。哦，那种坏婆婆。对，坏婆婆手，他有一个坏婆婆手。这是坏婆婆。没有乱讲的。可艾莉尔哪里有动作？我真的没看出来，他就一直叉腰这样子而已啊。我觉得那他叫他们到 center 那是一个障眼法。就他已经前面就他一开始一手一下来他就看到了，我懂，他第一眼是看艾莉尔，啊，一定是那一区的啦，艾莉尔，因为艾莉尔又指我啊，所以我应该会投艾莉尔。嗯，好，我觉得是森森，因为我会觉得小赖是好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一起床他就说，我好像发现什么卧底是谁喽什么的，会很做作，然后他刚。狂踩我，虽然我是好人，可是你狂踩我，我就觉得你的行为还是偏好一点。然后孙就有点那种不知道，没有根本就没有在看人，然后跟风一起踩，然后讲一些什么很乱、很空气化，就是我会觉得空气化，对啊，就是跟风化，你是空气化，空气化，我有点。没重点的话，然后乱，然后零九开始说小赖，然后他说哦，对对对，小赖，然后觉得，我觉得真的好像很，我因为我真的没看出来啊，但我是蛮想，虽然你一直踩我，可是我觉得你一直这样观察我，很像好人的行为啦，所以我觉得好像小赖的。然后你们一直说我刚刚那个票什么有的没的，可是如果我今天是那个的话，我就直接一起，我干嘛要那个？可是我真的觉得刚刚零九这个他突然这样笑很奇怪，所以我是跟着我的心在举票的。过，哎呦，真小赖，哎呦，怎么可能是我？对吧？哎，我第一个举巩言修的，哎，那你知道他是谁啊？挡一刀啊？哦，牺牲的，对啊，就是你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是你们两个，我先讲一下，艾莉尔有怪的点是因为我一起来，我就说你，因为他一直叉腰嘛，我说我就看你有没有要动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一直盯在他那边，我就是故意很没动啊，盯在他那边，就我盯他手，因为他手真的没在动，我真的很没动，但可是脸我就看不到，因为我是侧面，我真的没在动，他顶多是这种摇摇晃晃，看摇几下，因为他一直在摇，可能就这个。第二个是孙生，是他手放下来，他是直接有比一个动作的 ，lucky。有跳 lucky， 我比什么？你就是一个这样，我不知道。就伸懒腰，我不知道。就你动作手下放下来的时候，动作最多。如果以票型，我觉得艾莉尔比较乖。但是如果以动作最多，孙先刚刚动作比较多。会咬你耶，对啊，很难选哦。因为我觉得艾莉尔很像是好人，是因为小赖踩你踩成这样两把。对啊。就小赖比艾莉坏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对啊，对。对，我怎么可能是坏人？大队特队，你看他又来，很恐怖，会不会是零九？我盘好好恐怖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看不到，因为零九完全没怀疑我，可是我是死角，他完全没有没有考虑我。你有刚做什么动作？想他第一轮就在，就是突然笑，第一轮了，我盘不出来，我盘不出来，你们好厉害哦！县民不能投票，我们自由新政，艾莉尔保小赖。对啊，可是他保小赖哎，我是真的觉得我真的是好哎，
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真的是好。三、二、一，起了票。你是小赖，小赖举手。完了，会不会是艾丽尔？那艾，我也是啊。等一下，孙生举手，就平票啊。你看，那一起上去啊。PK 发言，两位 PK 发言吗？全部人哦，所以不用局限在两个人里面，好吗？你们请尽情讨论。上辩论台，等一下我先讲，你要想哦，因为现在只剩我跟孙生嘛，然后孙生是刚那 round 是完全没有踩我的哦，他在第一天不是说他就锁艾丽尔跟龚延修吗？可是这一 round 零九说他踩我，他直接把票投到我这边来，所以这是孙生怪的地方。你没有说我任何一个怪的地方在哪边？孙生没事，我没有怪，我风向星座，我想变就变。什么啦？哎，我也是风向星座。那你我上个零九，那他觉得哪里怪？我不知道投你看起来又好像不怪了。对啊，那就投艾丽尔啊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他不嘛，怎么我们是感觉派动物啊，真的。没有，那你投我点在哪？我想听。因为我就是二选一。你看你又来了，二选一选到我。可是他如果是卧底的话，我就会骂他啊。没有，我又刚骂过被发现啦、啊。没有，刚骂过被发现，所以没骂、啊。但投他我也 OK， 因为他也在我范围。不然我一起投丽儿试看看啊！一起投丽儿试看。真的啦？你是好人吗？铁好，铁好无。你看我眼睛。我觉得孙生还蛮好。孙生看起来很好啊。好，那我投丽儿。好。对吧？他好，没有两个投出来，真的看不出来。没有，假设我是好人的话，游戏会继续。吗？会，因为他还要再猜到宝物啊。那我就放弃挣扎啊，因为反正我是好人，懒得讲。啊，你是不是又懒得讲？不是，因为我在讲什么？把这种限动黑底白字啊，黑底白字哟，用这种 emo 这招。好了，都是你们的 emo， 没关系，我们做主了。限动黑底白字，你们做主，你们做主，黑底白字的哟。黑底白字缩超小，翻一点高，翻一点高，对，翻一点高发现。会 emo 哎，翻一点高会翻，都听你们的，不是啊，因为我好，就赐予题，我们跟小白讲，还是，我就觉得说。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是错在这边，因为我真的没有看到你们有怎样，可是我完全没有观察这边。因为我确实知道他是在狂看我，就很乖。我真的狂看他，我乖到死。他手脚，他手脚都没有动，感觉差不多了。你们看到脸有在动吗？因为我看到脸。投票投票，我真不知道，要投票喽。投谁？我要冲神神。五秒，太烦了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投票。阿里尔。你好，艾丽尔，请举手。我是孙生，我是投小赖。艾丽尔，请举手。没关系啊，两票，他一点五票啊。艾丽尔三票，票小赖，请举手。哦，四票，艾丽尔四票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我投小赖。你投小赖，我投艾丽尔，然后你投孙生，那还是我，那还是艾丽尔，请上台。那好像是孙生，真的不是我赖，那就是零九。天哪，你是坏人哦！应该是小赖。艾丽尔发现，我觉得算是好的。我要发黑底白。艾丽尔，请发现动物。锁在他们两个呀！什么规则？包妹，就骂文心，不要表现的好不好？黑底白字，黑底白字有，而且还限动，那勒索别人 ，PK 吧？还标记我，很棒啊！哎，你们的姿势是什么？没有，真的有被小赖看对，就是转椅子。对，你看，转椅子是转啊，乖啊，要手没动，转椅子是一转啊。然后第一让的是突然一个拍手笑，这样子。蓝色的箱子是这样子哦，然后如果是黄色箱子的话，你就这样子，你就这样子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这样对，好。如果是橘色箱子的话，你就这样子，橘色是这样子。如果是粉色箱子的话，你就这样子，对，这样子，好。哎，我真的没看到你笑，这样我只真的笑，我就看到你拍手笑，就 OK。嗯，那零九有，我在跟着零九一起拍，那零九会突然笑这样，会突然这样，小赖，你有错吗？你有错吗？转是怎样转？就这样啊，就是只要转椅子就是哪一个这样子，就是某一个箱子。只要转椅子，对，只要转椅子。所以我其他地方完全不能转椅子。对，蓝色
蓝色、青色呢？你们？黄色是转椅子、啊，对，然后橘色是拍手大笑，拍手大笑。如果是蓝色，我会超怪，我会全程对。就大概是这样，好差一点呢，哎呦，他那个 PK， 恭喜海盗获胜，对，海军方好，对啊，好的，今天呢是海盗获胜喽，所以海军方要来喝我们的苦茶，睡睡睡，苦苦的哟。好的，四名大盗零点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按赞、订阅、铃铛开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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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头很晕。